2月5日，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发起罢课、罢工、罢市运动。他们在市民上班出行的高峰时段阻碍交通，致全港多条地铁线路暂停服务，路面交通受阻。地铁站和公交站内人满为患，市民上班出行受到严重影响。不少市民表示对该行为绝不赞成，称自己是被迫罢工，希望示威者不要影响他人。5日早上7时30分左右，有示威者以阻止地铁车门关闭、拉动紧急制动拉手等方式，阻碍列车正常运行。当时正值周一早高峰时段，不少市民因不满被罢工，与示威者发生争执。市民不得不转乘公交、接驳巴士或船上班，多个公交站和的士站大排长龙，路面交通亦受阻严重，多条道路出现堵塞现象。在中环一家银行工作的麦先生，原因于9时到公司上班，但今早10时30分左右，他仍然困于观塘无法上车。他称自己所在的公司多数员工仍坚持上班，但不少因交通问题未能按时到达。搭地铁咯，平时的路线，咁今日应该系搭唔到地铁，所以而家应该系搭车去尖沙咀，再搭船，几个钟话，系啦。运输工人黎先生近11时才将当天的首单货物送到目的地。他称自己今早从油塘送货到观塘，原只需15分钟的车程，现要花1个小时才能到达，自己的工作严重受到影响。他表示非常不赞成示威者堵路、暴力破坏社会安宁的做法，希望示威者理性表达自己的诉求，不要影响民生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巴士司机称，自己所在的交通线路当天上午也遭遇了大塞车，但他表示巴士司机不会罢工，希望示威者别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。我行呢条线塞咗2个钟啊，平时30分钟到啦，冇我哋唔会嘅，我哋唔会嘅，点解要罢工啊？即系唔好话影响到大家个正常运作啊，系啊，真系嘅，你唔好话影响到大家翻工翻学。受交通影响，商场、街市商铺的人流量亦大幅减少。经营烧腊店的关先生称，今早开店以来，顾客较平时稀少很多，小商贩多数是手停口停，堵塞交通、发起三罢等行为，严重影响经济民生。梗系唔同意啦，咁你罢工罢，我哋手停口停，系咪？你仲影响到人哋添啊？影响到人哋翻工嗰啲啊？正常我哋12点钟卖晒啦，呢度啲嘢，系啊。你而家仲有咁多嘢，唔啱，我绝对唔赞成嘅呢啲。当天正好是香港城市大学暑期课程的期末考试日，学生们要于下午20前到校复考。香港城市大学位于港铁观塘线和东铁线交界的九龙塘站附近，不少学生称担心交通堵塞，要提前3-4个小时出门，也有学生为躲避交通瘫痪，早晨6时便已启程。在香港公开大学就读大3的黄同学，今早原本要上保安培训课程，希望将来可以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。他称该课程需连续培训2日，中断则无法获得相关证书，但因交通瘫痪，自己与朋友皆无法按时赶到。有啊，绝对有啊，因为今朝本身要上堂嘅，跟住最后上唔到，因为翻唔到去，个 friend 都系上唔到咯，最后，跟住咪搞到好早起身咁样，跟住最后咩都做唔到，最后留翻喺屋企咁。大家都系即系可能大家都做错咗，但系即系唔好再搞咁多事咯，或者停一停，谂一谂先咯。据了解，受三罢事件影响，共有8条地铁线路于市民上班高峰期部分或全线暂停服务。机场有约200班抵港和离港航班被取消。截至下午5时，少数主要道路仍受阻，部分轻铁仍未能恢复正常运行。